好開心同大家一齊。咁我哋今日會睇幾處經文啦，睇到啦，渴慕神進入神強烈嘅同在啊，又跟住俾神大大使用，就係、是、我哋一定耶穌講得好清楚嘅，常喺佢裏面，佢就常喺我裏面，我哋就當結果子，因為離了耶穌，我哋不能做什麼，即係我哋冇耶穌咧，根本做唔到咩，人嘅能力好有限嘅，但係耶穌有無限嘅力量。他很想將這個力量給我們，很想將這個恩典、這個生命給我們，那我們越讓祂作王呢，就越能夠發揮，還有也都更加享受生命，更高的提升。那當我們明白這個道理的時候呢，我們就會說，神啊，我願意更加在你的同在，更加時時留在你的同在，讓你帶領我整個生命都完全是你掌管呢、就更加享受生命，也都更加發揮生命。但很多人呢就不是這樣看，他覺得哇，好似好好寡嘅生命，好寡，好似個清教徒啊，好生命咧都好似同外界隔絕。但其實我哋一樣可以享受生命嘅，一樣可以享受生命，一樣可以開心快樂，一樣同人交往係好開心嘅。但係個心總係成日諗住我點樣祝福人，唔未必代表好強硬，而係咧我總係會揾機會點樣去祝福人。咁而即係一方面我哋可以享受生命嘅，我哋可以享受運動啊，享受去旅行啊。享受玩啊，同人笑啊，啲享受食嘢啊都可以嘅。不過即係唔好荒宴啊，即係唔好成日都掛住食嘢。而係咧，我哋有嘅食物，我哋就享受；同人交往，我哋就享受。咁但係同時，我哋嘅心就俾曬耶穌咧。呢個係最成熟又最蒙福嘅基督徒嘅生命嘅。嗱，我哋今次咧睇到咧個經文啦，出埃及記33:18開始至到23，我哋睇到一樣乜嘢咧？摩西好渴慕神，佢好想同神有親密關係。咁我都希望大家有呢種渴慕嘅心啊！時時都話神裏面真係有無限嘅恩典。嗱，我睇到嗰啲人咧去天堂嗰啲經歷分享咧，我真係好好渴慕嘅，我好想嘅。不過始終到今日我都冇，反而咧有兩個人我同佢祈禱，同我哋做釋放，佢哋揾我做釋放。跟住咧佢哋又上天堂，又見到不同嘅異象，但係我自己就冇。但是我又不會介意，因為我知道神是美善的，神是最好的，神其實給我很多好東西，因為神給我很多教導，和輕輕鬆鬆做人開心，就和各樣的資源各樣的機會去服侍神，我覺得是很好的。那我很想能夠能夠進入神更強烈的同在。那有時可能呢是透過弟兄姊妹一起配合，即有時不只我一個人什麼都有，是一起弟兄姊妹一起配合。咁我哋睇到佢嗰種渴慕啊，佢求神咧顯出佢個榮耀俾佢睇。其實咧，呢個出埃及記33，我哋下面咧第三處經文咧就係出埃及記24:9。嗱，點解我將嗰個放喺第三咧？因為其實個時間次序係24先到33嘅。24講一個好特別嘅經歷，就係摩西、亞倫、拿達、亞比胡。同埋以色列長老70都上咗呢個西乃山，佢哋就睇見以色列嘅神啊，即係神俾佢哋上去，佢腳下彷彿有平鋪嘅藍寶石，如同天色明淨，即係好似咧神企喺個天空咁樣嘅，企喺穹蒼嘅，就好似藍寶石，即係同我哋而家嘅天比係靚好多嘅，但係好似企喺真空咁嘅，好似企喺個天嗰度咁樣樣嘅。咁咧，佢哋嘅手咧冇加害喺以色列嘅聖者、以色列嘅聖者、尊者身上。佢哋觀看神又吃又喝，即係其實咧，呢70都應該好大改變啦。即係我真係覺得咧，佢哋應該個個都好聽話。哇！神咁美麗，神咁好，佢真係咧應該個個都做美好嘅見證。但係事實上佢哋，唔係，即係佢喺出埃及嘅過程，好多時都唔聽話。如果呢70都好聽話咧，即係我哋會睇到以色列人嗰條路係唔係咁樣啊？但係佢哋事實上係真係唔係咁聽話。譬如當嗰啲12探子翻嚟嘅時候，大部分嘅人都喺度出聲就話：，哎呀，我哋唔可以去迦南地啦咁樣。嗱，呢70長老可以出聲噶嘛？佢話：我哋見過神嘅，神好真噶，我哋聽完神話，神一定話得就一定得嘅咁。但係他們沒有被神很大的改變，可能有些 被神改變，但是那個程度是不大的。不過這裡我們看到什麼呢？就是
摩西已經去到見到神的榮耀的一個程度。在這裡神沒有將他全部的榮耀顯露，因為在出埃及記33章是講到神最高的榮耀是摩西都不可以見得的，所以呢出埃及記24章那個榮耀也都是他們即是可以見得的，沒有那麼強烈的榮耀，即是神可以收住他的榮耀，即好像耶穌在世上的時候他平時沒有顯出榮耀的，門徒見到他好了，當他登山變形的時候他都不是將神全部的榮耀顯出來，因為如果全部顯出來他們都要死的，但是呢他只是顯出他一部分的榮耀，他們都覺得是非常之充滿榮光的。所以當出埃及記24章摩西見過神的榮耀，見到這個寶座，即神的寶座腳下有這個天色明淨，真的很奇妙的，真的這件事真的站一個好像個真空咁樣企喺度，佢哋又吃又喝，神就俾佢哋享受啊！即係神咧就俾啲食物佢哋食。咁佢見到嘅時候咧，佢好想見更多啊！佢好想見更多，即係佢嗰種渴慕神。喺我1998年經歷聖靈充滿嘅時候咧，我係經歷好大嘅愛湧入我裡面。當安卡羅為我按手祈禱。我是渴慕更強烈、更強烈的愛進入，就是能夠經歷到神更大的愛。亦都因為嗰啲人講到去天堂啦，譬如其中一個 Ian McCormick， 佢就講到神的愛湧過嚟啊！佢話冇一個人能夠準備好嘅，神的愛咧就湧過嚟。一湧過嚟咧，佢以為係將佢打落翻落地獄，因為佢喺地獄嗰度上嚟嘅，因為佢僅僅信耶穌嘅啫。但係咧，當佢感受到嗰個波浪湧過嚟係好大嘅愛，佢話冇人能夠 ready 見耶穌嘅，佢嗰種愛係好大嘅，即係我哋想像唔到見到耶穌係點嘅。所以呢個其中一樣嘢就係神為我預備，我哋人生未曾想到嘅就係佢呢種愛同埋恩典啊。咁摩西咧，佢見過神嘅榮耀某個程度，佢想見更多，所以佢咧真係好渴慕啊，好想同神一齊。其實我們親近神都可以進入更加強烈的同在。在我參加的聖靈聚會，我自己經常都是追求聖靈的恩膏、聖靈的充滿，然後帶著能力祝福人，我目的是想祝福人的。我也曾經有很長的時間帶領幾個鐘頭的祈禱會，帶領一班人去渴慕聖靈，被聖靈充滿。我也有些教會請我去在他的教會那裡舉行一些長時間的聖靈充滿的聚會，咁咧即係都係我所經歷嘅。咁我亦都咧參加過聚會咧，神嘅同在好強烈，好強烈咧，即係嗰個能力啊，同埋嗰個愛係好大嘅。咁我亦都有時為一啲人祈禱，佢即時就喊出嚟，即時好感動，係我見過好多次嘅。即係我真係睇到神嘅榮耀嘅一部分，即係我都渴慕見得更多。因為我見過我就更加渴慕見得更多，因為我看到神的美善，所以我可以想像天上充滿慈愛、充滿榮耀的種情況是怎樣的。好了，咁摩西就話：求你顯出你的榮耀俾我看。咁耶和華就答佢：我顯出我一切的恩慈，我就不是答佢榮耀啊。咁意思即係話神的榮耀是大有佢的恩慈的，但是在22節咧，就嗰度就講到我的榮耀經過的時候，我必將你放在岩石穴，即是話咧一樣是榮耀，不過榮耀咧帶有神的恩慈。咁咧，然後咧佢就會在佢面前經過咧，宣告佢的名啊，宣告耶和華，即係佢會喺度宣告耶和華耶和華，即係佢宣告佢的名字啊。我要恩待誰就恩待誰，要憐憫誰就憐憫誰。即係佢一路宣告佢嘅名字同埋佢嘅作為，因為佢嘅名字實在太美好啊！我哋好難想像嘅，即係我哋唔會話啊，我葉國才葉國才，即係我唔會咁樣宣告我嘅名字。但係神嘅名字好靚啊！佢會去宣告佢嘅名字，然後佢咧就會話：我要恩待誰就恩待誰，即係神選揀選啊！聖經好清楚講到揀選呢個教義嘅，但係咧我哋有時真係唔明白。不過我哋只係接受，有啲嘢我哋唔能夠明白，我哋就接受。點解神唔係揀選全部人呢？我唔知點解。去到將來，我哋去到天堂去問神，點解你就係揀選一啲人得救呢？點解嗰啲人得救呢？有咩原因咧？按照聖經咧就話，神係想所有人得救，
不過佢只係揀選一部分得救，而嗰啲唔得救，因為佢哋拒絕神嘅工作。咁我哋到時會發現更多啊，即係去啊，即係揾出到底呢個啊整個真理係點嘅樣，去明白神嘅道理。但係我哋未知道曬之前，我哋就接受聖經所講嘅，神係真係佢揀選嘅。咁佢話你唔能夠見我面，因為你見我面必能不能夠存活，你就會死噶啦。咁耶和華就話喺呢度有個地方，你喺個岩石喺。企喺岩石嗰度咧，我榮耀經過就將你放喺岩石穴嗰度，用我手遮蓋，等我過去人，我就要將我手收回，你就睇見我背，卻不得見我的面，即係見到神一個未最強嘅榮耀。咁嗱，我哋當中有啲人都話聽到耶穌講嘢，見過耶穌嘅出現。咁咧，我希望我哋渴慕神，當我渴慕神嘅時候咧，更多見到。更多見到神俾我哋所見嘅，咁個目的係乜嘢咧？唔係淨係為咗好奇啊，而係俾神去帶領點樣去帶動復興更新更多人。好啦，出埃及記33:11咧就講到耶和華與摩西面對面説話，好像人與朋友説話一般。咁呢度咧係講到咧神同摩西有一個好特別嘅關係，就係佢可以同佢講嘢面對面咁樣講嘢嘅。呢個係。即係聖經冇講到有第二個人係咁樣樣，嗱有講到約翰喺拔摩海島嘅時候見到耶穌同佢講嘢，咁咧呢度咧就係講到嗱見到耶穌嘅榮耀啊，即係復活咗之後嘅耶穌有十二門徒啦，同埋保羅都見到啦。咁但係呢個嘅情況講到咧，耶和華同佢顯現嗱，其實耶和華亦都包括聖父、聖子、聖靈，包括耶穌嘅。咁但喺舊約嚟講咧，係即係。除了以西結又講到天上的榮耀嘅，佢講到四活物啊，有天上嘅寶座啊，咁咧喺呢度咧就講到神同摩西講嘢，直情係面對面講嘢，好似人同朋友咁樣傾偈嘅。咁我哋都好想啊，即係好想咧可以隨時同神傾偈啊。第三節經文咧就講到摩西帶長老上到山上啦，70個人。咁咧喺可以喺度觀看神，又吃又喝，就見到神坐喺呢個平鋪嘅藍寶石上面。咁然後咧出埃及記34:28咧，就摩西喺耶和華那裏40晝夜，有不吃飯，有不喝水，然後將個十戒寫在兩個法板上。咁呢度咧就睇到乜嘢咧？神嘅同在可以唔使食嘢喎，所以將來到大災難嘅時候。要買嘢食就要需要受人哋，我哋可以親近神，神啊，你將你嘅同在放喺我哋身上，等我唔使食嘢，唔使飲嘢。咁呢個咧，即係神嘅高度嘅榮耀啊！嗱，耶穌話咩咧？我嘅食物就係遵行天父嘅旨意，佢遵行天父嘅旨意就係嘅食物，因為其實我哋一切食物都係神俾嘅，所以佢睇到咧，啲食物同神唔係兩樣嘢，係都係來自神嘅。所有我哋有嘅嘢，全部都來自神。於是咧，佢又話：我嘅食物就係食，就係做神嘅工作，就係咧作成佢嘅功。呢個就係佢嘅食物啦。咁然後咧，106:23，咁咧就神咧本來話要滅絕以色列人，但係如果唔係有佢所揀選嘅摩西站在當中，漁民係破口啊，使佢嘅憤怒轉消，恐怕他就滅絕他們。就係講到摩西為以色列人禱告嘅時候，同神講嘅時候，神就應承佢，就唔將以色列人滅絕，因為咧神話我要將佢全部殺死，然後從你嘅後裔將來咧要即係我要祝福你嘅後裔。咁但係咧，摩西就求佢唔好咁樣做法。咁啊，但最尾都死咗啦，最尾嗰啲以色列人。死咗啫，但係始終留翻嗰個。第二代都冇死到，嬰孩都冇死。係，但始終佢哋留翻呢個基督嘅嗰、那個家譜啊嘛，同埋仲有以色列十二支派都有存留噶嘛。哦。所以咧，其實唔係全部死曬嘅，一定唔係全部死曬。OK， 嗱呢度咧，我哋喺摩西嘅身上咧，睇到佢嗰種同神嘅關係，同埋佢一俯伏喺神面前，神嘅榮光就降臨嘅。咁呢個就係佢嗰種同神嘅關係。我哋都求神俾我哋有呢種嘅。就是、從神的關係。我又講有一個人咧，當我
其實我啊起初我未經歷聖靈充滿嘅，咁我就喺神學院教書嘅。喺神學院教書嘅時候，有間教會請我去講聖靈充滿，咁我就諗住喺聖經講，睇下聖經講咩嘢，聖靈充滿我就講乜啦。但係咧，當我應承咗之後，喺未教開始教之前，我就去咗安卡羅嘅聚會，就經歷聖靈充滿啦。咁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咧，我就好即係即刻咧就唔同曬。咁當時有個教友同我講，佢話有個人咧成日祈禱，一日祈成八個鐘頭至十個鐘頭。咁我就好奇怪啦，我唔講個名出嚟啦。咁我就好奇怪，咁我就當我即係話經歷聖靈充滿之後，我就同呢個教友講啦：你帶我去買嗰本書啦咁。咁佢就同我去買嗰本書，就講到佢點樣即係經歷聖靈咧，就係、是、啊，總之喺一個聚會裡面感受到神嘅能力。回到家裡他呼求神的時候也是感受到神的能力，他就每天用很長的時間閂入門，自己在裡面一路親近神一路親近神。而他就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有一個人即邀請他，即聽到他的經歷邀請他去聚會，他說他去到聚會的時候，他一祈禱人，那些人就很多人經歷聖靈的工作。这个呢，我看到的时候我的心真的很渴望，我就说神啊，如果这些人都有这种的、即是能够这样充满，我都很想。但是我后来我知道神的呼召给我呢，不是做这些的聚会，即虽然我一样可以做，但是呢我最主要呢是教导训练。咁我教导训练一定要很多时间写东西，即不够日日夜夜这样祈祷。如果我只是做聚会呢，咁我就會日日夜夜就係祈禱啦，即係成日都係一路親近神。我係可以好長時間親近神嘅，我可以好長時間不斷喺度讚美愛慕神咧。我係曾經亦都我試過去菲律賓一個教會，因為有牧師帶過我哋去嗰個教會，聖靈充滿嘅。咁我去到嗰度咧，喺個聚會又不斷禱告啦。我喺屋嗰個住嘅地方亦都不斷嘅禱告嘅。咁呢個係即係我可以隨時做到嘅。譬如話，我哋之前都有過一個。幾個鐘頭由朝頭早至下晝嘅一個連貫嘅祈禱係每日都有嘅。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即係神嘅同在好強。我試過有一次咧點樣咧，我就即係示範俾佢睇神嘅同在，唔使一定要掂到嘅，即係就係喺我哋周圍都有呢個能力。我就同另一個人喺度祈禱，跟住我就話。你行過嚟，我叫另一個人行過嚟，你行過嚟感受一下聖靈的同在，即係當我哋兩個一起祈禱嘅時候，咁佢又即係攞錯咗我嘅意思喎，佢就唔係行，佢係走過嚟，佢一走過嚟一埋到嚟，將近到我哋，佢即刻成個反彈，即係好似覺得一種能力喺前面咁，即刻反彈。嗱，呢種情況咧係真係好強烈，因為當時嚟講佢哋好投入，我哋個個禮拜我都去嗰陣時喺西貢一間教會啊，個個禮拜去。亦都有另外嘅教會有時請我帶呢啲聚會啊，咁都係我好多時會做嘅嘢。即係原來喺神嘅同在可以進入一個更加強烈嘅情況啊。咁我喺宣教，如果大家睇咧，我哋都有啲宣教嘅聚會啦。聖靈嘅工作係好強烈。咁但係神呼召我，主要唔係做呢樣。如果我做呢樣嘢咧，我就會不斷日日都係祈禱，我就唔會即係做咁多訓練教導噶啦。但係神是想我們做不同的事的，不是個個都是做這些聖靈的聚會的。但我就給大家看到原來神的同在可以帶來這麼大的工作。現在這一陣子我就想說一說，就是有一個人他是經歷神很大工作的，他是就是他學到怎樣用他的心靈怎樣進入神的同在。他說出來呢，我希望大家呢就去嘗試每天都去做。咁佢咧就講到嗱，佢呢個佢形容啦，講到咧進入心裡面嘅第七層。佢話好似洋葱啊，佢同我講一層一層進入你嘅內心世界，進入一個最深同神嘅關係嘅地方。咁佢第一層係乜嘢咧？嗱，佢有啲分開嗱，呢啲係即係其實係好即係。他定的，這個不是一定是絕對的，因為他有些我覺得有些重複的。他第一層就是感覺，包括快感、悲感、傷感，這些呢
佢話咧，佢第一層咧就係話佢知道佢有呢啲，然後咧佢要超越呢一樣嘢，即係超越。譬如好多人咧就係成日都喺呢種煩惱啊、激氣啊、怒躁啊，或者好多思想上覺得呢個世界唔公平啊，呢個世界好唔好啊，啲人好好唔好啊，就有好多呢啲嘅思想啊。咁佢咧就話入去第一層，就係能夠放低呢啲，衝破呢啲，能夠咧好平靜咁樣去面對呢啲，好平靜嘅整個生命咧交喺神嘅手中。咁第二層係乜嘢咧？就係佢嘅情緒啦、憂心啦、顧慮啦、畏懼啦、擔心咁樣。嗱，呢個同第一層我覺得有啲相似嘅，不過咧唔緊要啦。其實呢啲一層層係唔係最緊要嘅，即係其實呢兩層都係有啲憂慮啊、啲情緒啊咁樣嘅。然後第三層咧就係思想意識啦，就係包括人嘅意志、心嘅意念，即係話我哋將我哋嘅思想放低，我哋唔好俾我哋嘅思想約束，超越呢個下一層。咁然後咧第四層咧就係理性啦。嗱，佢又將三四又好似唔同咁樣喎。理性咧就邏輯啦、理論啦、學問啦，即係佢就會放低呢啲嘢。然後第五層咧就包括道德喎、仁愛、良知、對人嘅關愛等等。咁佢咧都超越呢啲嗱，點樣超越翻我就呢度我唔係好明佢嘅意思嘅，不過唔緊要，總之就話我哋或者有啲咁嘅難阻，我哋都超越呢啲嘢，任何一樣嘢。咁由第六層咧就去到佢自己嘅靈啦，佢話呢個咧係神嘅形象所在之處，係人對啊，即係係我哋人同神溝通嗰一個部分。但呢個唔係最高喎，然後佢話第七層，第七層就係神嘅靈嘅住所，即係第六層就係佢自己嘅靈，第七層咧就係入到去神嘅靈嘅同在。咁呢個咧喺好多人嚟講係非常之抽象嘅。咁但係個意思就話我哋咧放低曬我哋所有嘅情緒啊，我哋所有意思想嘅限制啊，所有我哋嘅行為嘅限制，我哋嘅道德嘅限制，讓我哋好似個小孩子一樣嚟到神面前，係好安靜，喺裏面係非常之寧靜，係好專注喺神嘅身上，又進入呢個第七層。咁然後咧，佢就講到佢係有不同嘅屬靈嘅經歷嘅。咁呢度我就唔講啦，因為其實呢度佢冇講嘅。佢有不同的熟練經歷，在靈裡面他會、去到不同的領域，這個是、即他都不是很清楚跟我講的。這個就是我們其實每個人不同的，我也都在網上有見過一個大家都、見到我放在一個黃泉道的影片的，他就成日上天堂，成日上天堂，是啊，他成日都就上天堂了。他起初不是的，他起初呢他等候神，其實佢係好憂傷嘅本來。咁佢係咪上天堂？佢哋啟示錄所講嘅一樣啊？佢又冇講嘅，佢冇講啲細節。因為啟示錄所講嘅天堂先係真實噶嘛。係，佢冇講嗰啲細節，佢係見到耶穌啦，佢見到耶穌講得翻佢嘅嘢出嚟嘅。講得翻啲嘢。係啊，佢譬如佢講到，佢見到神嘅生命冊，佢見到佢自己嘅生命冊。咁佢就見到佢以前嗰啲好似動畫咁樣啊，佢啲生命好似動畫咁。然後咧，佢就喺側邊咧就見到神嘅手筆啊，寫字嘅。咁佢就睇到咩咧？佢話我都唔記得咗啊。當佢細個嗰陣時，佢媽咪咧帶咗佢城市，佢哋本來喺鄉村住嘅。佢媽咪咧就要做工，做咩工咧？嗰陣時係好凍嘅地方，佢就去做魚塘啊。去做個工咧，就係做喺魚塘做工。咁咧要好凍嘅時候企落嗰啲水度啦。佢一定有啲方法保護自己嘅，不過唔夠啊。結果咧，佢媽咪癱瘓啊，即係只腳咧癱瘓。咁佢話我要翻鄉下啦，就買咗一盒即食麵俾佢，就將佢放喺個地方，跟住就翻去，即係佢自己就翻去鄉下啦。就佢冇同佢交代，佢媽咪諗住如果我翻去醫唔好咧，我就死噶嘛。這個女兒就是你自己自生自滅咁樣嘅，但係佢冇同佢講嘅。
咁好啦，佢走之後，咁個女咧就食嗰啲即食面啦。點樣食食下咧，俾人偷埋其他啲喎。佢仲喺度，佢又喺度擔心點解媽咪咁走咁耐都唔翻嚟咧咁。咁佢又喺度喊啊，喊得好緊要。嗰啲周圍嘅鄰居又走嚟睇佢，即係佢唔見咗嗰啲即食面啊，佢一路喊一路喊。咁佢話咧，佢見到個生命冊咧係有翻呢個景象出嚟。然後耶穌神咧就喺嗰度寫字啦，就話：我為佢好傷心，我好想接佢天堂。不過如果我接佢天堂，佢就做唔到我想做嘅嘢。即係佢生命裏面有不同嘅嘢咧，神都寫咗佢嘅生命冊上。但牧師，唔好意思，你一提醒咗我。我記得咧，我喺試練嗰陣時，同上帝關係嗰陣時咧，即係喺試練我睇過啊嘛，天堂啊嘛，佢真係。幫我帶，我在家裡煮餸，他幫我帶著白燈冠，白色的放在頭上，他不是真的放在那裡叮叮在那裡。那時候又幫我帶個冠冕，很重，我不喜歡，我不要這個冠冕，我想個白色的。跟著我記得聖經裡面呢，啟示錄呢有珍珠啊，神又將珍珠掛在我那個白燈冠那裡，我不喜歡，我扔，我說扔在一邊，即我有經歷這些。同埋嗰啲三隻眼嗰啲咧，三隻眼黃金碧度，我都經歷呢啲。但係你當時，唔識得珍惜啊！唔識啦，我都不識珍惜，呢個好可惜嘅。係啊，我就唔識，但係佢所經歷係有證據嘅。點解有證據咧？因為佢上天堂，佢見到三個人，其實係關於兩個死咗嘅基督徒，同埋咧神同佢講關於佢嘅太爺啦。是殺人的，即是神跟他講的。那他回下來呢，那我在我的影片都講到天堂的證據，黃傳道就在黃傳道那個 folder 那個 playlist 那裡，葉牧師他在天堂見到那些人，他講的話回來跟那些家人講，那些家人證實是真的他去到天堂的。因為我第一次去見到他的時候，我臨走的時候他跟我講，他說我上過天堂。咁我話點樣上天堂啊？佢就講俾我聽呢啲經歷，跟住我話我下一次會嚟，我會請你揾嗰啲人，我攝錄嗰個過程，訪問佢哋，即係佢能夠將嗰啲人死咗嘅人咧講嘅説話講翻翻嚟，同佢嘅家人講，嗰啲家人證實佢真係有見過佢哋嘅，咁所以我即係知道佢真係去咗天堂啊，同埋佢嘅生命我睇得到佢係真係聽神嘅話嘅，咁所以我知道佢係。真係去天堂，但係咧，我都會咁話嘅。呢啲咧唔係我哋信仰嘅最重要嘅部分。呢個係一啲外加嘅神俾我哋一啲嘅 confirmation， 係我哋可以參考。咁牧師，咁我經歷呢啲咁又點啊？咁我哋都祈禱。我真係聖經裏面啟示錄嘅喎。係，咁我唔否定，其實好多人都有啲經歷嘅。你有呢個經歷係好嘅，所以我哋想我哋祈禱。親近神，處理生命，讓我哋都更多進入神嘅同在。即係我哋唔需要比較，係你嗰個同我比較，唔使比較嘅。我哋每個人嘅經歷不同，我哋都欣賞神嘅工作。只要我哋係咩心態咧，時時都係認罪、悔改、離罪，信靠耶穌做救主，願意全心愛神、遵從神、行神嘅路，有心侍奉神同埋追求復興啊！我哋一齊祈禱嘅目的咩咧？係求神帶領我哋復興嘅路，係想祝福更多人，唔係淨係追求經歷，係追求復興更多人，復興呢個世代，讓更多人預備好見耶穌。呢個就係我哋嘅心啊，就唔係為咗自己嘅私欲或者願望，而係為咗神嘅心意成就。咁所以我哋就學習，亦都喺呢度一個操練嘅時間，但係最緊要就係翻到屋企都係。用更多時間去等候神、操練神、操練親近神、愛慕神，讓神的同在更加強烈在我們身上。這個就是我們的目的，就不是去比較。好像小孩子一樣，我不要這個很重的帶著我。但這個呢是不應該的，我不懂啊，絕對不應該。那你現在知道呢，就不要再說。我第一次講，沒有跟人講過。那你就以後都不要跟耶穌說我不要。耶穌做出什麼，我們都感謝神。我們一起起身祈禱一下，我們求耶穌跟我們一起，讓我們去愛慕祂、親近祂，全心全意讓耶穌作主作王。
個心態就話係為咗神嘅榮耀，為咗神嘅工作。多謝天父，多謝天父。Hallelujah,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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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居住在我们心中，我们就多结果子，你的荣耀就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主啊，我们渴想你。
求主幫我哋嘅靈好似飛到去神嗰度，嗯，成個心靈飛去神，神啊，我哋好感激你，好歡喜你，好中意你，我哋以你為樂，以你為榮。放低曬我哋裏面一切嘅重擔。